哎。这两位啊，跟我们今天的主角有渊源。嗯，我听说咱们京剧团啊，有一 F4， 通常它必须得有仪式感。咱们现场来个大考验。那是我要杀他，乌龙大哪吒。只要能让他看明白。保你。李红龙。我的妈呀！你真笨。我真没法比过这个。哇！洪福老师有什么口头禅？我们还能回到梅兰芳京剧团吗？请说出洪福老师身上的缺点。不知道写什么。你说。哎呀，你别激动。再问下去我就坐不住了。咱们这么多年轻演员和您，咱们合作一个。可以啊，平常大伙儿都看到我们舞台上的表现，私下这种不被人知。现场准备，5 4 3 2 1，天上梭罗是什么人在？地下梨黄河是什么人开？爱什么人把守三关口？什么人奔月就没回？老龙台，爱养流浪，把守三关口。嫦娥女奔月就一去没回来吧，那呼嘿。好，我们就自己给自己鼓个掌啊！大家好，我是演员周普。大家好，我是演员李一晓，这里是《角儿来了》节目的直播现场。那下面呢，我们就隆重地请出这期《角儿来了》。大家好，非常感谢两位代班主持。哎呦，谢谢。感觉如何？感觉呀、啊，感觉挺好的、啊。反正刚才快把喉结唱出来了，就是感觉好像回到了那么多年前在京剧院的那个时候。哎，为什么以这样子一种形式和大家见面啊？在这儿跟您透露一下，可能很多人一打开电视说：“哎，怎么今天这主持人变了呢？”其实这两位啊，要说跟我们有渊源，跟我们今天的主角有渊源。我也是棒角的，我们今天啊都是为了李洪福老师，谢谢大家。李洪福，京剧名家，叶派小生演员，梅兰芳京剧团团长，师从京剧艺术家叶绍兰先生，曾获得第18届中国戏剧梅花奖、亚洲最杰出艺人终身成就奖等诸多奖项，舞台上塑造的小生形象雄姿勃发，文武全能，演出的吕布与貂蝉、周人献嫂、群英会、罗成、状元谱、连升三级等众多剧目深受观众喜爱。今天特别感谢我们央视频微微懂听别具一格的网友朋友们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以后呢，欢迎您和我们一起参与互动。也许您会留言说这两位演员怎么唱得这么好，刚才这小放牛唱怎么样，您点评点评。我觉得非常不容易，他们离开舞台，离开京剧艺术也这么多年了、拿起来就唱，这说明当时的功还是下得很扎实的。哎，那您隆重帮我们介绍介绍，曾经也是您的团员对不对？对，一小呢是毕业于中国戏曲学院，也是中国戏剧学院的高材生。哎，那么后来毕业以后在北京京艺团工作了一年多，一年多以后呢，他又，调离一团，
参加了影视的工作。哦，是位非常优秀的人才。不光是优秀的人才，今天这角来了，应该他们都具备角的这能力。对，他们会继续努力加油，向角靠拢哈。我要跟大家说一说，其实很多人呢一说一小特别熟悉了，因为在很多影视作品当中都会看到他，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一直热播的叫什么《鬓边不是海棠红》。啊，在剧中演的是黄晓明的妈妈啊，年轻是啊，那怎么叫啊？那、啊、你来，就直接介绍我的角色名字嘛，叫春轩、啊。大家好，我是春轩。我这辈子爱过、恨过、当过万人追捧的红角儿，当过有钱人家的少奶奶。养过一个孩子，也收过很多徒弟，想必也是没什么遗憾。我当时真的我在看这部剧的时候，我就在想，哎呀，这个演员一定是专业演员，因为他在剧中他在表演哈，在唱戏，在演这个贵妃醉酒这个形象，声音也特别好听，形象也漂亮，然后那个动作也特别规范。我就问问他们，我说，哎，这位演员是哪个团的呀？他们说曾经在北京京剧院一团工作过。对对对。好，再次欢迎李一晓，谢谢。啊，我继续。周朴毕业于北京戏校，哎，那么在北京京剧院曾经工作很多年，17年。不是，您看看这形象，我给网友出个题 啊，现在要看很多网友在给我们留言了。你看我来了，什么还有来看李老师啊，这是来找您的 啊，还有已关注一姐，还有什么全是大咖，哎呀，谢谢，就是欢迎大家来呢。我现在出个问题，猜一猜啊，周朴他曾经演的行当是什么行当？哎，是花旦、青影、小生。那么明显吗？我这形象。武生。哎呦，我这腿。老生。哎，那差不多。现在越来越那个。接近岁数。我是不是得罪强哥了？哎，我都看见了大字儿。小花脸行。哎呀，小花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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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猜对了吗？猜对了，你刚才把行当都说完了，剩下的可不就是小花脸了吗？周朴也是当年我们北京京剧院那会儿那个年龄段最优秀的青年的文丑演员。哦，但是舞的也相当好，那还能翻呢，那会儿还翻呢。那会儿能翻，那会儿能翻。现在还能翻吗？现在能翻眼皮。咱看看留言吧，好不好？来来来看看，啊，你看说李老师帅帅，就是夸您帅帅。帅帅帅，特别帅。我跟他们俩站一块儿能帅吗？不一样的风景。哎呀，原来周朴是戏剧演员。哦，对，忘了说人家演过什么影视剧了。您看，这还是您的这部下安家呀，安家。我这安家从头到尾都看完了。哎，他演怎么样啊？他演的谁呀？您说说。律师嘛。对。秦涛就是男一号徐姑姑的发小，哎，有一句特别经典的台词：“原来你是遇上了降蛇之人呐。”嗯，也难怪啊，像张程程那样的蛇精美女都不能勾引你成功，原来你是遇到了降蛇之人呐。嗯，皮肤也不错，长得也蛮可爱的。哎，这锅都已经烧到了99度了，哎，你就能忍得了？酒足饭饱，滚蛋回家。不打扰了，确实该走了。太欢乐了。这个平常以前在剧团的时候有跟李老师一起合作过吗？有这机会吗？有合作太多了。有啊，同台啊，太多搭档戏。有对对对对对、哦、现场直播。我真的真的，那我不信。特别隆重，我前两天吃饭人还认出我来了呢。说您好，您是周先生吗？我说我是。然后他说我认识你，我以为他看我电视剧。嗯，说我看过你《凤凰巢大小姐》。真假的？循环播放。真的？对，我也觉得这位观众家里边也挺闹腾的，《大小姐》循环播放。不是，我在想那造型、那扮相。对呀、啊。他都能认出来。多辟邪呀、啊，那个角色。所以您长得多刻骨铭心呢。确实是。要不咱现场来了？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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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不行？我这场戏又名《飞飞飞》。你往哪儿飞呀、啊？满台飞。来，啊，我们乐队老师，走啊！
说着说着到了，哎，别忙，我得学我妹妹的声音。何人叫门？奴家学我有一事不明，各地前来领教。哎呀，原来是小姐到了，领教二字实不敢当，待我与你哎呀，小姐一身多有不便呐。哟，他还挺迷信的啊。待我与你开门。啊，母郎在哪里？小姐在哪里？小姐在哪里？猛抬头吓得我三魂飘八荡，事关内有妖。你是虎方妖怪，还不快快走去，日不然哎，我这里有伏魔宝剑，定斩不饶。你得了吧你。奴家雪娥，是我听我妈说你一个人在书房，我怕你闷得慌，各地前来与你作伴。你怎么倒胡说起来了？谁是妖怪呀？我明白了，你是看奴家我长得好看，把我当成那迷人的狐狸精了吧？既然是小姐到了 ，yes， 请到门外月光之下，一拜天地，方好搭话呀。我也头回听说啊，这聊天还得拜天地呢。那木郎请，小姐亲。木郎请，小姐请，木郎请，小姐请，走走走，你出去吧你。这我知道了。哎呀，哎呦，明天点名点评吧，怎么样？他现在这个表演的？应该说这是不是有备而来？嗯，这临时即兴表演，就是说明当时我们学演这个戏。哎，多么的扎实，是吧？包括那个语气、语调、嗯，语速，包括舞台的节奏，就是那么默契。就是说这是一个。长期舞台实践和我们的艺术积累才能达到这种标准，所以说周普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演员。其实现在无论是从事什么样的职业，当年在戏校也好，在团里也好，打下的这样子坚实的京剧的功底，可以说对你们今后的从事其他的一些业务有了非常好的一个基础。现在是不是也觉得很受益？当然，因为虽然看上去我们现在从事的行业可能跟那个京剧它的表演方式是完全不同的，但是呢，我们有个在剧团的严谨的作风，还有一个我们有一颗对表演的敬畏，嗯，所以我个人认为，这对于我们现在的我跟李晓同学，我们那个在现在在影视这个行业里面的表演，有一个密不可分的一个关系。嗯，是的，李晓呢？李晓要不要现场也跟李团长一起合作一下，好不好？行，那我们唱一段游湖吧。对，好的，来，好，欢迎欢迎。
好，我也是第一次听，第一次听，第一次合作这一段。对对对对。怎么样？您点评点评啊？非常好，非常好。我不知什么时候学的，偷学的这是。这看来在私下下了很多苦功是吗？就是以我现在啊，其实就是一个超级戏迷哦，只要听到锣鼓点啊什么的，我就会非常激动。然后平时不拍戏的时候呢，我就会去剧院里边去看看京剧演出。太好了。对，其实我跟李老师也平时也有这个联系，嗯，有的时候去参加一些个综艺节目，比方说需要我去唱京剧啊，我就会把李老师请过去。为什么好看吗？你看掏着铃子吧，是吧？从耳朵根儿，你为什么肯定能找？你到这一上就摸着铃子腿子了吧？腿子撩起来这么出来，这么出来不就这样？你看，往一照这儿，到这儿翻，啪，对，让它好，哎，这不好看吗？又显着翘是吧？哎呦妈呀！翘是吧？哎呦妈呀！应该，应该。对，李老师特别支持，特别支持我。嗯，太好了，那也希望。嗯，我们两位影视演员啊，能够用自己的影响力，能够多替我们的京剧艺术，替我们的国粹艺术摇旗呐喊，好不好？好好，这也是我们的分内之事。哎，带来新的受众哈。好，再次感谢，谢谢两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谢谢，辛苦啦，辛苦啦，谢谢，辛苦啦，辛苦啦，谢谢。好，两位，这多少年没见了，也经常会见是吗？这电话是不断的通，但是见面的机会很少。哦，因为他们都很忙，但是他们两位只要有新的作品出现，都会给我们通电话。哎，其实不仅仅是他们两位，还有很多您的好友老友也都是因为和您在一起合作的非常愉快，今天呢也是应邀而来，我们用掌声欢迎他们。 好，来，欢迎，欢迎京剧名家杜振杰老师，欢迎您。花脸名家陈俊杰老师，欢迎。马派名家朱强老师，欢迎。丑角名家黄白雪老师，欢迎。还有韩胜存，我们的老生名家，欢迎。还有这位程派青衣郭伟，欢迎欢迎欢迎郭伟。您看这人缘，我听说啊，说那个梅兰芳咱们京剧团啊有一 F4。 嗯，有这说法吗？有这么说。那天那儿有一照片，李宏图还是压腿。对，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可以赶紧跟我们互动一下，F4猜一猜。嗯，您怎么都不知道啊？您作为一团之长，他都不知道这 F4 是什么东西。那您普及，谁给普及普及？F4 是电视剧里边的啊，咱们四个老人就比照人家那四 F4， 对，知道吗？不是，郭伟，你给补充一下，这个 F4 是不是就是四个男孩子非常长得非常帅气？就以前有一个电视剧叫《流星花园》吧？对对对，哎，偶像剧，偶像，然后有四个人。对，他的组合名字叫 F4。对，我以为新式武器呢。所以叫什么 F4？ 这 F4， 咱有个 F4 出场吧？这也得跟大家揭晓一下，哪四位是 F4 啊？对呀，预备，预备，往前站。这不有我。您不是不知道什么是 F4 吗？不是，他们刚说了，我揭秘了他们。哦，这样，咱们每 F4 那是偶像组合，那出场他必须得有仪式感。我们从最后走到前台来个亮相，好不好？展示出咱梅团 F4 的风采，来。3, 2, 1，告诉。最后还得定住啊！你这下对吗？回去，还得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太棒了，太棒了！谢谢，谢谢啊！咱们坐下来聊一聊，好不好？聊聊咱们老友之间的故事。你刚才出场造型太帅了。那 F4 风采，今儿啊，咱们都是为了李宏图老师而来。那在咱们这个直播间呢，大家可以畅所欲言。我想问问啊，我们常说这演员在舞台上这个合作呀，或者是在这个演出过程当中可能会突发一些状况，有没有李宏图老师忘词儿的情况？哎，没有。他死口，最好戏不能变，你一变就等于给他挖了坑了。哦。他准掉进去。哦。可是。他如果是背下来他就不忘，他有这么个特点，所以说在台上很少出错。那行，很少出错。那咱这样，咱今天就比试比试啊，咱们现场来个大考验，每个人可以唱个上句，咱们玩个游戏，然后您来接个下句，看能不能接上。别说什么戏，张嘴是唱，对，即兴。哎，您出这主意好。戏曲接龙，各位嘉宾即兴演唱上句，由宏图老师接下句，考验李宏图老师的应变能力。谁先来？这是我要杀他。
不用干啊的。好，未曾看见落叶望望，孙医生解差提灯座。你这个，哎，你看，这挡不住两位了啊！那三位，哪位？来，郭伟。我正在思念于你，不想你就回来了。我是特地回来探望于你。厉害厉害！君之与都督回转荆州乃是真理，你为何要将他赶回石河也？将他赶回秋思东吴。哦，好。这朱霞老师顺着一直，你想想现在跟他合作什么了？哪里生来哪里长，何有福来你何有娘，自幼儿身来非虎狼，不有福来只有娘。好，哎，那刚才啊咱们进行了一轮默契的考验，都没难着李宏图老师。那接下来咱还有一轮游戏呢，这回这个游戏我觉得有意思。你比我猜规则内容，两人一组，按照大屏幕提示的词语，一人比划错口述，另一人猜测是什么词语。口述过程中不能使用词汇中的任何文字。那顾伟，你带个头，你先开始。来，欢迎欢迎，游戏开始。啊，四个字儿，一句成语。你的东西没有了。小朋友，你是否有很多问号？该你时了啊。过程吗？不不不不，两个字啊！你家里有这个电器，可以动东西，冰箱了。你的一出戏有一个动作，就是鞋穿不上，打直上腿，打直上腿。不是，是你表演的那个行当的名称。熊生，熊生，对对对，下一个，恭喜恭喜！有一出戏，其中的一折经常演的。我是这个慢慢下的一个小燕，小燕，哎，恭喜恭喜！好，快快快，时间。前一阵那个游泳名将特别可爱的那小女孩说了一个成语，四个字儿。我也急。不知道。用了洪荒之力。小女孩不知道，哎呀，哎呀，再过过过，没了。答对了几个？俩。好，来第二位。请好吧，小队。请开始。保你。哈哈，你要是有本事的话，你就让他一个都猜不出来。我真没法比过这个。那你就过。哇，四个字啊。嗯，这是什么呀？猴啊。哎，挂在树上。猴子喝水。喝粥。猴子洗脸。哎呀，累死！猴子蒯越，猴子蒯越，这是成语吗？捞月呀！过来过来过来，这不算啊，这不算，这错。继续继续继续，这个。别说我唱，二黄子，仨字儿。嗨，本来唱呢是地，现在唱是记了。说明他这个唱腔的玩命喊呗，玩命喊，还有打岔的，不是吧？定的地调，噔，涨上来了，那就是玩命喊啊！见过笨的，没见过。我都明白了，再来一个，哎呦，这好唱，冬天啊，下什么？下什么？下什么？对了，答对了，什么你答对？下一个，这怎么不能说呀？这个北京的，北京的，有京字不成？有京字不成？不，再过来，再来一个，再一个，走，哎，这好猜，这个李洪图，哎，这好表演了，这个你刚才几个字？仨字，仨字，李洪图。摁趴呀！上尾官叫什么？小个子。有牛终于对了，真不容易。哎呀，谢谢谢谢。哎呀，合作愉快。
这陈老师，就差一点就完成您心愿了，一个都不让猜对，太不容易了。接下来就祝常老师了，来来来，天天在家里待着不出门，叫什么？宅男。哎，好，呼啪呼，这叫什么？俩字。霹雳。这个武术。好，武术对了。气啊气啊，仨字儿。借东风，借东风，借东风，借东风。对对对，哟，我觉得非常默契啊，默契默契。接下来谭胜存，来，准备好了吗？纵横眼睛，火眼金睛。好，对，对了一个啊。真真的，苦恼，四个字儿啊，四个字儿，真真的，必杀人也。我天哪，过吧。啊，形容一个环境，呜呼呼呼呼。尘土飞扬，动物动物动物，家禽家禽，黄鼠狼给给鸡拜年，鸡对了，叫什么？我急的他，哎呦急的他，哎呦我的天，猜出来猜出来，急死我了，鸡飞鸡飞狗跳，对对对对，鸡飞狗跳，来了，接下来该谁了？来吧，开始，四个字儿啊，踹门而进，推门而进，后边仨字儿对了。笨你真急笨死你的过过过过、啊、再这么一个啊，电视啊，刷刷刷，不对，刷屏是你都说出来了，没有没有，刷刷刷刷刷了，这不算，这不算，都刷刷刷刷好了，没有了。杜老师，杜老师该您了，来，不说，请开始。哎呦，跟刚才的差不多哎！揪片儿，揪片儿，揪片儿，不对不对，几个字？不对不对不对，水揪片儿，水揪片儿，不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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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揪面嘛，不是那个水揪面。小麦做完什么？你得绕它。面包，面包嘛。有了有了，里边有。什么就有了？还过过过头？你那，哎呀，你真笨，你真笨。我太难了。继续。啥字儿啊？你在哪儿？咱们俩在里边玩命，在里边玩命。一个弟弟，一个弟弟。啥字儿吗？咱们俩在里边又压腿又干嘛？哎，你就说他们这表达能力真笨。练功场，练功场吗？非那个场。对了，差一个字儿。练功房。还有什么文明点的，文明点的排练场，排练场，不不不，时间到，换换换，现在俩字儿都在手机上买东西，对，在手机上买，吃饭在哪儿？他不用吧，他不用，怎么个买法？微信、哎、在手机上购物，购物啊，不行，好了好了，可以过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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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个你得说字儿，过啊，这个嘿，打鱼的那个，哎，网羊肉串俩字儿，他不知道。对呀、啊、对呀、啊、对、啊、对、啊、对、啊，俩字儿。没事，咱们去。肉串，前面这字又错了。串烧，这个动作，年轻人有时候上河边干嘛去？我钓鱼，钓鱼呀，钓鱼呀。钓什么鱼呀、啊？这跟你说了吗？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我的妈呀！几个字儿？四个，四个字儿，嗯。表现一下子，哎呦哎呦哎呦，嗯，对对，你佩服的，五体投地，五体投地不是这样的，我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太好了，太不容易了，快，默契默契默契。那刚才啊，咱们进行了一轮默契的考验，都没难着李宏图老师。这样吧，今天老友聚会太难得了，咱们要不要给大家表演个节目啊？可以啊，我跟这个白雪跟朱强，我们合作一段。状元谱，因为平常大伙儿都看到我们舞台上的表现、哎、啊，我们四下这种排戏和默契，这个可能不被人知。好，来，我们掌声欢迎。我们还同时请上我们的琴师，这位琴师你也给我们介绍。赵旭，赵旭，我们北京音乐院他们这个年龄段有两个著名的琴师，一个赵旭，一个艾冰、哎，也都是燕老师的高徒。嗯，这个我们四下像兄弟这样的情分。这是我们梅兰芳京剧团年轻的倪团长，他今天客串一把陈志，特别好，谢谢，欢迎欢迎，我们现在共同来欣赏状元谱，好好好，来，欢迎欢迎几位。从先从进门来开始啊，进门进门进来以后啊，哒哒哒。
在上，小侄拜矣。罢了，儿啊，你可好啊？我好，我好，叔父可好啊？你好，我也好。奇才未见，不知儿的光景如何？儿的光景吗？啊！你是陈大官？陈大官？陈明生？陈明生？为何落得这般光景呢？是侄儿在外面不许真的啊！说什么？家人讲。啊，要是话，是侄儿在外面不许真的啊！有做什么？大胆放肆！讲啊呀！是侄儿在外面不惜真道，趁火嫖赌，浪荡逍遥，一分家私尽心花费，失去功名，只落得七道之中。怎么，儿在外面不惜真道，吃喝嫖赌，浪荡逍遥，一分家财尽心花费，日度也有，只落得乞讨之中。落得这般光景，又回来做甚呢？闻得叔父开仓放粮，特地前来领些粮米也好糊口。哦，怎么，我儿也是前来领粮的吗？真是。好啊，我陈门种的粮米有旁人吃的，难道是就无有我自己包吃吃的吗？好，有我的粮米，你今天来。说什么？站着！你今天来，今天来，今天来，为叔有话对你言讲。你今天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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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来。你是陈大官，陈大官，陈明生，陈明生，好奴才。叔父，
再次也把掌声送给我们的李宏图老师。接下来是还有一段演唱，还有一段我没有唱腔了，我跟那个白雪合作一段，黄白雪老师状元谱，这点。我沈木刚刚赠予我两大封银子，实在在古庙之中又被狠心的贼子偷了去了。我真正的倒运呐，今当清明佳节，使我在大街之上交化了几文铜钱，打了几抹烧纸，不免与我爹娘上坟便了。哎，我真正的倒运呐，两大封银子，不算少啊，小200块钱子没了，倒了。芷三，喂，芷三，啊哈！我们还珠残女人看坟院，出的门来看，呀哈，原来是陈大官，痛啊，有一个痛。哪儿这么三秃啊？陈大官也是你这个奴才叫的吗？也是你这个奴才叫的吗？啊，我不叫你陈大官呐，我叫你什么呀？要叫大相公。秃秃秃，照样还你三秃。什么东西？什么大相公？哎呦，想当初你刚来的时候，吃的什么，穿的什么，我叫你一声大相公。如今晚儿都成了卖零碎绸子的了，得了，您就将就着听吧，陈大官。势利的小人。哎，陈大官，大相公，陈大官。大相公，陈大官，大相公，大相公。得了，别扭了，这大相公，大相公也是穷相公。哎，上我这干什么来了？与我爹娘上坟来了。哟，你们家穷到这份上还有坟呢？又踩着什么了？这是？我人穷罢了啊，怎么连坟都无有了吗？连坟都无有了吗？有坟，你瞧你急着白脸的。哎呦，我是说呀，有俩钱儿啊，垫不着日子花，真是活着不孝，死了瞎胡闹。放。嘿，各这味儿着呢，嘿，大烟路，这带路啊，还得香蚝呢，你是不是路痴啊？啊，嘿，这不知道中央电视台这是啊？上哪儿啊？君子坦荡荡，哎，小人长戚戚。你咋这么贫呢？见识之长短，人民之高。你瞧没，还是个碎嘴子。哎，到了无有啊，到了无有啊，到了，就是这号。你这哎，到了，咱就演到这儿了。谢谢，来了，太有意思了，刚才这段太好玩了。这个老搭档在一起合作就是默契啊。刚才还现挂了很多。那要说到在北京京剧院，我们知道咱们剧团一直都特别注重对青年演员的培养。对，因为一个剧团的发展成长，必须有老中青这样的三代人的这样的梯队建设、哦、那么作为一个团长应该要想到这个问题。那今天呢有很多您剧团的青年演员当中的代表也来到我们的舞台上，咱们用掌声欢迎他们好不好？太好了，来欢迎几位。欢迎，咱们用自己的行当当中的一句跟大家打招呼好不好？再秀一下啊，看看我们年轻演员，既然说佼佼者，怎么个佼佼者呀？我们今天央视频的直播参，你看现在已经达到了2.8万人次在观看。来吧，谁来？那我先来。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好，黄迎正们，好。哎呀，这介绍自己名字多有气势！你先来吧。那我再接一个吧。
好，好，你看五声哈，嗯，来，按马不通。好，好，这基本上一个路子的。我说可以不按他那个。对对对对对。白金那两个与众不同的。角儿来了，请关注李宏图团长。好，好，您看看，就是不一样，这咒压得好。咱们今天年轻演员来了，咱们坐下来慢慢的互动啊。那接下来呢，咱们也是通过一种游戏的环节呢，来表明一下你们对李老师的一些想法。身边每一位都有一个题板，来，请拿题板，咱们试一试。您来判断，您当裁判，他们说的对不对？行吗？这事儿行。默契大考验，主持人提问，青年演员作答，由李宏图确认青年演员的答案是否正确。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怎么都没底气似的，准备好了吗？不知道写花脸的范儿不太像呀。我们还能回到梅兰芳京剧团吗？不是，我告诉你啊，在这个演播室，我保证你肯定是梅剧团的人，但是出了这个演播室，我就不太好说了。来吧，第一道问题，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可以可以可以，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好了，你花脸说一个，准备好了。我准备好了。好吧，宏图老师平时喜欢吃什么？计时十秒开始。好了吗？三二一，亮题板，时间到了。我好紧张。我这写的字有点小。哎呦，您这个字儿。不是我那个写青萝啊，青萝卜。青萝卜。然后黄焖鸡。萝卜是有。然后喝茶零食，然后这是牛肉面。其实我这个生活在这么多年几十年，我最爱吃的就是面，就是面食，怎么什么面什么面都爱吃啊，炸酱面呀，这个牛肉面呀，牛肉面、打卤面呐，什么他愿意吃面食。哦，好，那看来这个最了解你的还是你身边这位啊。拿出题板，第二道题，宏图老师有什么口头禅？开始。时间到了，请亮题板。好，呵，那个有一个最简单的，要不你写最快呢？呢，然后这个怎么还有感叹号，还有省略号？你先说说。那我先说啊。你说。我们团长喜欢用那个所有的词后面加个修饰的缀词。比如呢？比如，这个呢？那个呢，是吧？啊，去哪儿呢？这个事儿呢？那个事儿呢？明天还能上班吗？不知道。那第二个字儿的，咱按照字儿多字儿少来说啊。我这个这是什么？因为我们平时团长对我们很关照。嗯。有什么事儿呢？团长答应都很痛快。我说团长，我给你请个假，什么什么事儿？得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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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事儿都特痛快。也很重复很多遍。得嘞，得嘞，明儿你能上班。来，这个你们俩这字儿都够多的，谁先说啊？白金，按照顺序你来吧。啊，你写的什么呀？我写的是不要对不起观众。团长经常实际跟我们说的一句话是：你要对得起每一位来买你票看你戏的观众。对，应该这是原话。宏图团长是自己以身作则。他首先自己先做出来给我们看，并不是说一再的去要求我们。所以这句话呀，所有人都受用啊。你出了门，明天还能上班。那接下来我们要继续，还有第三轮问题了。哎呀，还有倒计时，三十秒啊。还有，请问，用三个词来形容宏图老师带领梅兰芳京剧团的特色，你会写哪三个词？开始。好，请亮题板。我来梅兰芳京剧团虽然时间并不是很长，大概几年的时间，
我就觉得以宏图团长带领的这个剧团是一个像大家庭的一样这样的剧团，特别温暖。我们另外两位也亮题板吧，你们这我不知道你刚才写的什么，好，来说一说，温暖团结向上。团长亲力亲为，他在帮助你的时候是什么？比如说在配戏的时候，他直接给你的那种能量，就是一个眼神，他就能带动你，传递，对，就给你一个，你知道，我知道我要该干什么。对，这是非常重要的事儿。所以年轻演员在舞台上和我们这个艺术家一起合作的时候，对对对，是成长最快的事。所以说他影响到很多人，大家伙都是在这样，所以说这个氛围是非常好。好，继续，老派讲究仗义。其实我觉得梅团让团长给带的就是很老派，很讲究这个艺术规律。团长也就经常跟我们讲说，这事儿吧不对，你们要知道这事儿为什么不对，要怎么做这个事儿才是对的。人生价值观都在帮着你们一起从一树立。对对对，正能量、温暖、尊重，你说说不同的意见吧。只要是我们团的戏，团长几乎每场都到。先到后台看今天吃饭了吗？晚上吃了吗？状态好不好？会告诉我们今天观众很多，一定要注意。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我们作为团员嘛，能跟这样的团长在一块儿，我们觉得真是挺幸福的。最后一道问题，请说出宏图老师身上的缺点。哎，没有缺点，没有，不可以，一定要写，请开始。时间到，亮题板，亮题板，快，你说。哎呀呀呀呀，你别激动。别激动。吓的呀。紧张了，不是紧张了。好。审美，他审美不行是吗？今天搭的挺好呀，你看这小皮鞋，锃光瓦亮，这颜色搭的。审美跟他们不同步。这里面穿这黄色，这叫上镜黄。主要是团长吧，总是像家长一样，总是建议我们年轻人穿一些比较鲜艳的颜色的衣服。你是不是太受批评了？穿了个黑色。你们应该穿一个红色的、橘黄色的、绿色的，多好看啊！我们就不好意思说，但是有的时候，团长呢就是穿的那什么，我们就说，哎，团长，我们说，哎，团长，你今天穿的真好看。团长，嗨，谁看我呀？要看也看我台上啊。我是这样说。太说实话，为什么呢？就是团长非常，他也经常跟我们团员说，就是什么事儿啊，咱们要放到面上说，不要背后去说三道四。那团长就做到了这一点，他就有什么事儿他就面上说，就看到你缺点他就会说，就是无论是台上的还是就是比如说做人方面的等等，他不仅仅公开说，他有的时候还在媒体上说，就是，所以说实际很多戏迷们他是很喜欢就是听一些这些事儿的，所以说很愿意，他就是很正直啊。对对对，但是这种实话为什么又是缺点呢？我就觉得，就是有时候我觉得感觉让人接受不了，有是有时候容易得罪人啊。不理解，这是个人呢、还是个秀发？你怎么老提这事儿呢、你说说，这个、为什么说一送命题？我说半天，其实我想半天，我也不知道说什么，我就说说这个啊。我小的时候有一盘 CD， 正好是。团长，您那会儿那个时候那叫什么？京剧之星。对对，哎，有一个 CD， 三年录。那个我家里那个有一盘小生的 CD， 我记得特清楚，封面是应该是吕布貂蝉，应该是还有个掏铃子的动作，但边上配了一张团长的这个生活照。哎，我说这小生英俊啊，然后又帅气，有这种感觉。可是我从中专毕业、大学毕业，经过了十多年，我没想到我考进了梅兰芳京剧团的时候，我第一眼见到李团的时候，我就有点诧异。我真的恍惚，我说这跟我认识那李团好像不太一样吧？哪儿不一样了？那时候，就是好像就是秀发走的稍微快了一些。哦、操心操的呀！这就是变化。再问下去我就坐不住了。啊，不问了，哎，唱吧唱吧，哎，咱们这个这么多年轻演员和您，咱们合作一个。我这样，我跟嬴政来一段壮别的。咱们来几段壮别的这个几句诗。好好，来来来。明月照我镜。
老将军，到，到。豪气冠冕堂皇，战处不战身无妨，投降宋英雄，去和陈方阿去将心飞太阳。好，好，太棒了，太棒了！咱们年轻演员代表来到舞台上了，李红东老师再给我们来一段吧。没问题，没问题。来一段《白门楼》好吗？可以，可以。好好，我们掌声欢迎李宏图老师。直播到现在，我们看一下观看人数达到了4.1万人次，啊，谢谢网友，谢谢网友的关注啊，也让我们完美的画了一个句号，谢谢大家的支持，谢谢，非常仰仗各位的帮忙。
那今天呢，咱们的直播到这儿就要结束了。再次感谢所有网友朋友们、戏迷朋友们对于我们节目的支持，期待着您一直关注着我们的节目，关注着我们的央视频《微微懂听》，别具一格，关注卷儿来了，关注我们央视戏曲频道。谢谢，谢谢大家支持，谢谢，再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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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